只因台山马祖人间上大上悬的所在，海拔248。干准备了这，这有一个叫做海鳗，有无？海鳗，我们这个都是什么？现捞现抓。这马祖电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海燕窝，石花洞。海燕窝，石花洞在不在？哦，石花洞啦，赶快那个石花洞，赶快哎。丁刷特产。丁刷穿。他们家来。宝宝的宝宝，没碰到，没碰到。这是啥？我很记得，我很记得。这是啥？这什么东西呀？我看了鸡呀哦。咚咚咚。烤鸡呀。阿姨，这个就是野生阿姨。阿姨呀，来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哎。五花果啦。我今麦在介绍你个五花果，是啊，太硬了，你挑不挑了？你太硬了。来这边拿一片来，闻一看看，很香哦，闻。我不骗你了，不会难闻。汤，我们要你汤了，给我们闻。哦，椰子，分一下嘛。椰子的味道，有没有看到椰子味道？有，有椰子味道。假潘。椰草味道，有没有椰子味道？好，来叫我，叫摸台哦。啊，不一样的，你不能用国语说，经常翻译到国语叫乡村，我来猜。是丁刷啦，金沙。金沙。哎，丁刷杠啦。金沙。哎呀，较早我拢食只鱼啊啦。遐啦，遐啦，西边上，来来来。叫是啥哈？金光叫是啥？麦盛哦，这金沙。不是啊，金沙不是只多几啊，只是啊。铁宝。
这有个铁堡啊。好行行，这铁堡内底，叫做啥？毛中山寺呢？啊，这是啥？这不知嘞。机枪寺。五零耶，美女。五零机枪寺。哦，这在看咚咚咚咚咚。机枪寺。床位，他那个没修嘞，对吧？房子修的，我看他平常就在那个看。好好好，比较好啦，比较困啦，哦，起码你跨过去的船啊，都带着船啊。我带着。代表。啊，那个都是中国大陆啊，我带着。哎，较早就做些那个帆船啊，起码无啊。起码无啊。起码无帆船啊。带着船啊。铁堡。啊！那军舰呢？军舰吼？应该是军舰啦，有时间看啦，是啊。妈祖，你们在台湾有没有请过那个发财金？有，有没有？你们请发财金怎么请的？请去那十块钱的时间，时间是公安那边，这个十块钱贴下的，贴那个块头啊，贴了吗？我没有钱。几毛几毛，现在宝贵啊。
干嘛？这边吹干。然后对面的机场，我们的两座机场呢？在北干，北干。那个国语导航的投资客，那投资进来车上了。这个不是我们政府的钱，这是外国的，我个人没这个下的。厦门赌场啊，不是厦门当地居民就可以领什么厦门的是吧？一辈子的厦门给你是吧？应该是澳门呐、啊，澳门澳门呐、啊，澳门呐、啊，厦门的善良的老百姓。对，给你这个5000那个澳门澳币。因为这高层，这大家都过来了，进去了的，你听到吧？啊，报告人了，你紧张，你行，行太紧，你都没来，你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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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北干哈？系啊，啊对面那是大陆哦，那是大陆哦。有块船啊，那大陆。那大陆哦。系啊，那大陆。我较近。大陆足近的哦，啊，这到北干啊。啊。这到北干啊。无啊，迄地啊无。迄地啊无。咱这到今日在南干。迄地啊。你也唔知什么干，干啦，咱就在南干啦。无啦，咱即马伫北干啦。这条啊北干。嘿啦，这条北干啦。啊，迄条未？啊，迄条可能南干的款。啊？是啊，唔是？无，咱讲要来北干吼。嘿啦，咱来时咱是为南干来啊。啊，迄边是大陆啦，啊，这边这。迄个应该是南竿啦。南竿啦。嗯。